在青浦，目前在青浦特区销售大坪数随岸宅60坪到80坪，随岸第一排公园景观宅，在高铁南路跟老街西旁，地点就是在高铁站跟棒球场的中间，那欢迎大家来参观。那如果说身边啊，就是有亲朋好友、台商、企业主，然后或是高资产客户，然后想要换屋的族群啊，那可以帮我多多介绍。那或者是就是从事广告行销媒体业、房仲业、室内设计、装潢、家具、空调或是会计师等等，住豪宅、买豪宅，请找庆会，然后让你买到优惠。那很高兴就是今天来认识大家。到赖。Line@ 后台的管理，还有推广海报的方法。大家好，我叫许奕宏，好，可以叫我 Tony。然后目前我的工作是 BNI 商巨人桃园的区域负责人。然后我平常的兴趣是学习，然后我就住在这附近，所以今天来上课是趁地利之便。平常的时候，我喜欢跟一些朋友做一些商业上的交谈。然后我的工作让我最有成就感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协助很多有想要在自己事业发展上更好的人，帮他找出他最大的优点。比如像我们的奶爸，来帮我做个见证吧，来到我的地盘之后对你有多大的帮助。赶快站到旁边。来到这边之后呢，我第一次在桃园开课，而且第一次学生就这么多，哇，这边将近100个人，谢谢。好，这是我的自我介绍。那我也欢迎大家跟我交朋友，因为我喜欢交朋友，那我喜欢跟很多人学习，然后学习让自己成就自己不同领域上的成长。数位行销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很多人都说抖行销，但是像奶爸这样子清晰简单的告诉我们如何使用的却不多。今天短短的3个小时，他就可以让我们学了很多的技巧，在自己行销上面非常的受用。调查的功能和抽奖的示范。我是燕君，因为大家都知道，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说我今天做的这个销售呢，其实不是我的主业。那很多人会很奇怪，说我为什么会做得这么好？那是因为我懂得分配时间啊，然后也懂得做网络行销，所以我今天来这边上课，也是一样很喜欢学习有关这部分的，因为碍于我行动的关系，所以我就专注在网络行销的部分。那为什么要吃酵素呢？那酵素的话大家都知道，因为酵素是细胞的食物，那每天我们的体力来源啊，还有那个身体的精神状况啊，或是疲劳，其实都需要酵素来补充。好，可以拍一下 QR code。 好，谢谢。还有13秒可以拍 QR code。 好。今天学到很多如何推展自己官网的，还有部落格的一些方式，还有如何加粉丝。我是海鲜食材的代表，我叫威航，可以叫我蟹老板，因为我有很多的帝王蟹。那我目前从事的就是海鲜食材宅配及烤肉组的食材。你们是不是平常很少时间可以上市场买海鲜？那你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Line 的订购，我都可以帮你宅配到家。那因为我平常的兴趣就是喜欢烤肉，所以我将海鲜结合烤肉推出烤肉组，包含全套的食材、全套的器材，都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帮你送至烤肉的场地。海鲜烤肉找威航，服务品质一定好。今天来上 Diet 的课程，就多偷学一点奶爸的招数。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编写文案的时候可以搜寻快讯，给我增加那个文案的灵感。你好，我是黄阿君，我来自台南。我去年的时候是协助 Fish 老师做网络行销一些幕后的相关的作业，然后在今年开始有协助安平的商圈去做一些适合商家可以做的行销的活动，所以今天就特别上来来跟刘奶爸取经，说了解一下 Line@ 到底是怎么去行销。那我会把这些东西带回台南安平商圈，就协助安平商圈能够把自己的商品推广出去，并且留住更多的客户。抽奖和调查功能和抽奖的一个玩法。那你觉得这个玩法有什么帮助？可以让我和客户产生互动。很棒。我叫做徐胜田，我今年58岁了，做工了，我住在南崁了。那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了，不过呢，我在一个偶然的机缘
接触到这个弘一药业啊这家呢啊公司啊，它是全省有5000多家的这个劳保的这个药房。那它最近呢有一个哈、啊、叫做负离子、负氢离子啊活水机哦、啊，非常的好。那我们知道，我们喝水呢也是非常重要，喝好水、喝对水非常重要，对我们人的健康非常有帮助。那我们公司的这个负氢离子呢，啊，这个活水机呢，啊，可以说非常的啊，这个便宜，让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喝水就能够身体健康，喝水就能够延年益寿、回春。我今天跟老师学到很多快速的加粉丝的好方法。我是 Apple， 我们家从小到大都是务农，所以我们家都是农夫。那因缘机会之下呢，我开了一个那个 Apple 有机食品，对，所以我们有机食品店里面呢，大概是米啊、油、酱、醋、茶几乎都有。然后呢，我们最主要的部分，我们会帮那个台湾的小农做他们的农产品推广，所以有需要帮忙推广的小农们可以来跟 Apple 联系。像我们目前有跟花莲的小农联系，他们有出了53色番茄，非常好吃。那我们也有跟南部的南部的龙眼的那个小农合作，他们的那个龙眼干也非常好吃，对，所以有需要的话都可以跟 Apple 联系。Apple 让跟你为您的健康做把关，谢谢。今天学到的是能够把网址缩短。我叫佩奇，可以叫我圈圈。我来自木子设计公司。那我们公司呢，最主要就是帮大家做CIS 平面设计跟包装设计。人呢都是追求完美事物的。你看男生在路上远远的，只要100-200公尺后面有槟榔摊，他就知道他的三围，然后尺寸。那女生呢，经过百货公司，只要看每一季的限量的彩妆新颜色，扫过就知道了。那我们公司就是利用这样的人类追求美的那种特性，帮你做有系统的规划，然后用感性的意境帮你把一样的产品变得不一样。那有创业啊、新品上市或是转型商品要转型的朋友，可以欢迎来找我们。来这里让我得到了很多我工作上面的灵感。我是美芳，经营 shop.com 网络购物商城已经9年多了，然后透过创新的网络购物、行动商务及社群媒体行销及各种商业行销模式，来协助商家让他们业绩提升，然后也透过异业结盟跟这些伙伴商店的合作呢，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提供2%-33%的现金回馈给消费者，所以消费者在这个平台买东西会有忠诚度，所以创造彼此互利的一个购物平台。那我个人的兴趣是摄影、手工艺跟烘焙，平常就是最喜欢我的工作就是可以在一边工作呢，然后一边可以跟这些老板来做一些聊天，然后可以协助他们的生意可以更好。我姓王，叫杰迪，李连杰的杰，迪龙的迪，大家可以叫我 Jacky。 那我目前工作呢是在餐饮业工作，我的兴趣呢是最对投资有兴趣。那我目前是钻研在外汇的部分，想要把它变成一个课程，然后可以来经由网络行销或是这方面的这个工具呢，可以达到把它变成课程来做行销。然后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跟来爸来做的那个网络方面的学习，那这边可以学到运用快讯的功能，可以让自己增加很多文章，跟潜在顾客可以做互动。大家好，我的中文名字叫李涵玉，大家可以叫我 Coco。 我的兴趣呢就是呢帮每一个人呢打造呢他呢心目中的样子，所以有一句话说，女人啊不是呢脸蛋不够美，是衣服搭配不够美，不是呢身材的问题，是衣服有问题。男人啊不是呢身高的问题，是裤子长度有问题，不是呢长相有问题，是衣服配色出问题。大好形象专业定制西服 Coco 为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欢迎大家呢可以呢到公司来找我，我很乐意呢为大家呢打造成俊男美女，谢谢。
我是黄旭成，那我做的是属于说传统食材的那个贩售，那跟那个一些属于说那个批发的一些的部分的业务范围。那我为什么会来想要来学习这个 LINE 的行销？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那对我们的那个业务帮助来讲的话，是非常的可观的一个收获。你会帮我剪对不对？对，我帮你剪掉。你要剪掉头还是下半身？谢谢。下一副会长，那个说话，真是太烂了。对，好，谢谢大家。谢谢。